各位乡亲，各位士大，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快乐。集团台东世界代表台北市参加这次的演出，小弟感觉非常的高兴。会按所上的节目，老欠点欢迎各位亲爱观众朋友批评指教。因为所上这个节目就是风心放来这边一段的故事，比如车闹伤害，由小弟官办人员担任演出，咱即马随时开播上演。感谢各位朋友，非常感谢，祝咱大家平安顺利，过好日。
你的飞机已经消失，我来将领地主降玉来为兵动官，还有一个大夫大贵之辈前来为主啊，这就是兵动官的首将李靖啊，伊的夫人来官费三年十个月官银，然后来生下过这个霸兵。李靖来用过腰杆剑来破开就这个霸桥，见不会哀动啊！这里都是我的徒弟，我当时也到现场，甲带回关到在会场了，我三兄弟来。我把虎名叫做如车，来在为了了田元芳、金公公、金金来训练武功，已经五行顿法，天天清风啊！天下我不把你见识，我来奉国下凡。因为阮苏队巅峰已经强过一段，以后才有重逢的时机啊！来这边，传出叫你苏兄弟坐车了。我来啊！我来啊！就你那几个车半点衰弱。多你多加便利。哎呦啊！阿兵叫我出来，什么代志呢？希望你明日下山，救助方兴，我的回转家中，当陪你平尊平凡一家的官员。哎呦啊！啊，听你讲起来，我的功夫不够，天下无敌手，无人有法度好赢我。天下哪有武力手呢？强有强，强手不敌，自有不敌攻。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哦，安尼哦。是啊。你下山回转到在兵动关，有好会有你乡亲父子，一起下山提拔。加油啊！我来到这有功夫，无甲你看会轻松。多里路车是应接下凡，天机不可泄露，将多里啊，小主田元芳、金公公有话。
南京北部干气候，有环球水岸连多，红腿尾巴三摇动变小兄弟，一百个水。在为上腾地王驾清醒呢，官拜丁东官中标之地，论我历经东推西，在为西文论拜书行业，为多少家是多威经营，先官下的这段时间，便甲十地官武艺行行相通。官华将书兄弟高博得个先锋道骨，东南护法先生一张，护法顶上依然非常的笑脸。然后我向会多书来表明会着我的心意，希望出家修道，依然仙班并列，诚在多书眼里。为我之前以仙道不言，该以凡尘荣华富贵之乐。外祖祖就出来命我下凡，会当丢出光明，见光一点。后来我之前到在乡村，又被孤独出卖，官拜为镇东关的总兵。外看就这是英雄，我铁金爱心下三柱，抓住金枪，出住国枪，帮助叫做多枪。三位军刀国情都是先盖军刀的，先翻合的武艺，要将在乡民可为国家先来建功立业。然后为我陛下前来效忠献佛，但是这件最不连败事，都是帝王就会叛逆之弊多，雕纲失切，文武官员判官之传祸，今日有罪法出流，罪法出庭，一定听官吏的主犯。可是我已经用心恭敬为雕人。一辆朝廷军兵之勇，一军一台公牌，大事要重量。金雕提起前国，总比赵廷珠的朝见三官主子提了。老爷已经带领军兵前去朝见，也夫人啊，特地招待公，叫我以后嘛爱顺时过这里打问呢。关键的所在，小可来个顺利行行，来讲门口伊。呀，来到这吼，可能就是金凤冠啦。大家叫一个声门嘞，呀，俺开门头进来，伊话金冠把到咱娘，哦，真不客气啦。哎，来拜有人在哦，啊，来拜有人在哦。我来看你这里叫来，出来看来，出来看来。
公司今仔日遮，你要无闭关叫门？行，唔通有这个股甲咧乱乱叫？哎，这歹啊！唔歹咯，无代无志，咱这乱乱叫，免讲嘛歹。出来，出来，出来！直接乌闭关来。啊，我哪行咧？你哪唔我就赶紧修理咧，嗯。啊，你怎敢修理个？投资那里啊，进水进水，啊，我赶紧杀死一个，啊，你唔知影我厉害。
再回到家中，快出步小得来啊来啊，再来啊再来啊。啊，这位拜见夫人，拜见阿娘万福。兄弟，今日多谢你回来。是啊是啊，阿娘，啊，我都唔敢睇佢面面哦，啊，到时候要甲阿娘你伺候啦。对啦对啦，夫人啊，哦，我爸讲出门吼，无乜大事嘅，你咧？阿娘好，伊若再回来，咱就家会当团圆啦。好啊，老爷回来，哦，老爷回来，迎接迎接老爷。你注意爱动，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读，如果是你老爸呢？阿爸，那就去了嘛。什么？哦，当时啊，就是我的囝儿宝贝阿囝，这大汉咯。是啊，阿爸本定你这晚做顿来，阿爸做顿来去我阿爸啦。辛苦辛苦。以后我若有时间，我应该爱到开会这个山中，向会着你师尊细多些。今天表弟既然回来，再欢迎夫人。怎样呢？应该办过这个宴席来庆祝一番嘛。老爷意思，小心严当违背啦。来人，安排酒宴。庆祝一番，好了。
那你妈又快呀！阿头阿出来吃土土嘞，阿来接受一个新鲜的空气，阿来都了你进来呀，好嘛，好不？好是好啦，阿唔过惊夫人啊，知影伊甲我接地呢。别惊啦，别惊啦，啊，同我出来啊！阿人哥不会跟你好咩？好啦好啦，阿来出来吃土哦，啊，土阿里面都进来哦。好啦好啦，同我出来。那表演对我来，对我来。老爸安尼伫咧操练翻滚输出，汗流浃背，都无咧讲忝啊，还手头伫咧发忝。无讲啦，无讲啦，操练完操练，佚佗完佚佗啦，佚佗啊佚佗也爽，安尼唔只学到佚佗。哦，我变热气呢。热，你当然热个咯，六月暑天你讲哪热？哎，安好啦。安那啦？迄边头前地茫茫，菩萨山，迄是啥火呀？火呀！迄个九曲河的河水啦，迄个九曲河多淌东海，迄个入口啦。安尼坐下来，海天天舞拍东流，安尼最后安尼心凉地破灰。妈呀妈呀！哦，囡仔人讲着水，伊就要去地上舞拍东流。迄内底边哦，迄水鬼啊呢？啊！坐起大尾鱼食人呢？那你咧惊我啦？我无咧惊啦！啊，这个鱼吃我，我要来变成富啦！哦，你要去死啦？对啊！我要死行，我带你来鱼来变成富啦！
亲像一个山崩地裂小险嘞。哦，一挂鱼水拢灌进面条，叫破连连连，再挂阿伯连啊破地，我那就拍单给我。我关于落到水底中报告东海兵王之情，袂用得嘞。落水底中报告兵王之情，走啊！Thank you.
手，袂当清凉鼻破开啦。行好，行好，啊，当西来到遮差不多啊，好汤转下去啊，准备海海边啊，遐小小分一个。红桥会，哈哈哈哈哈哈。到底何为妖怪？我来在东海海口的所在一个秦皇之中，伊的水骨一个独臂之徒，大敢在东海所在妖人的这个小妖怪，我敢抓回堆积中之中。啊，讲妖怪哦。就像你这般的不叫做妖怪。哎，所以说，天命妙也，红衣看到宝官，我也看到官府嘛。标志不足，欲往前的技术端水也千里用的，王位留了永恒之灵，必须抓回水之妖之台。哪边你也看那种鸟片嘞？看，看，看到鸟片嘞，看。Yeah!
钱款，这是本钱大堆啦。啊，我的金光团北家咧，个念念，啊，无我洗洗来晒一晒，我甲洗洗较清气咧，我甲你洗洗都顺利啊。我一乖乖海路满海河流，安尼砰一下，头壳满开花。现当场见见李小姐，我惊死你，怎伊面就上头壳面？春水也替你用我那惨白，大事不妙了！赶紧入水池中报告你王定端，我要走入水池中啊！春水也替你用带领下兵西上，到东海一口的所在，这个小仔妖怪回转水池中之内，如今已经回到小海之时再报啊！报告将王大事不妙，到底发生什么款重大事情？春水也替你用死要死啊！春水也替你用死要死啊！远远的小天再看，用命了。这关头的你也敢来拍？就从你我当海军王爷，用敌人对付，屯兵不动，与我前前敌啊，全把烟花起来。
收啦。安尼好，我等下去啊。王强去，刘邦去。你这里要的在海南当海怕的有顺罪压亲友乃是三中银老兵亲亲以来的这里作为最低中地队啊你拜地方啊行啊我马拜地方啊必须是你怀的拜地方啊我就是红军把表扬你落车，一地方咧讲下地方咧。家阵退位，放喺所在做路。作票招钱啊！带回最低中地台。啊，你唔是两万几万卖无？你卖无？这我讲钱嘛，甲你讲地嘅。既然不听，让你先停花销。那看来，回来吧。Thank you.
我背出铁怪不回命令，放开乾坤团，乾坤团我给你啊。我靠，这种大面啊！
你看要怎办？你算得老算，要不要担保上？小姐，哦，你条命紧哦，捉上来我甲救起来啊！你嘛真系好笑，我爸惨我国要惨埋。你嘛这条筋你哪说落你不爸？把人拖死哦，我你红丝白线。呀，阿公，你闹干海呢？哦，你你老天闹干海，闹到这款刁民，这都不可收拾吧？我马上再来，我难讲。讲讲卖讲，安尼无人知。你来讲你到底哦，代志就害了了啊！刁刁刁，还刁刁咯！拢总厉害，爱心比你唔通戆呆。安尼哦，对，这代志挂掉了，你知侬，就这伤害了。海边望人到位哦，哇！我看其他的其他的，无人都要强强啦。啊，你无诶，等下千万拢唔当红灾。做人卖红灾就卖红灾，等下去行，我分路啊，我。
不能放心，规定叫总营销来包办。有错？别放心了，别放心了，别放心了。天下红，救命救命！地主家的大官高天，现在凶杀鬼子，玉皇在天尊前的义父尊罪压天地。我来用功你用杀必杀好多喽！来用这个连环棍，挑起鬼光也用劲。我当爱兵王燕青用力干你，挑起鬼就提前追追，不不。地主家官大地主的丁总官总兵比起来大好些，既然那是比起来第三兵哩，纯粹已经你我当海兵王总兵在西屯屯的故乡里大败地高，莫要因在他比情比心呐，比情的比心不功夫，放肆平庸，代表你我当海。如今年轻红的感觉准备前前离开伤害归地中，一进边动分配地经破解工作，地经的那么我的工作我叫你不害你我们，最因为你边动宽为我表明明不解用罪呀，用地人最终留作归地中啊，我伤害你我前前离开归地中，毕竟刚才东方桥腿毕竟啊三军输出，各国战斗机灵红，未来对付日军万无一失。小弟为着了丁总管的所在，今夜派发着三军输出军守城池，以防万一。再为着了丁总管小多的地方。当海兵红啊，当海兵红便在鬼子里追。今天烟火对鬼子话叮咚关起来呀，输出有一秒比我输咚下的八百几刀，今天来到不得休息运动，输好吧。公民兄弟满足欢迎司令哥哥干，来到丁总官多米凶相，带你给我提醒，但我不知道这何时的必须用啊，我请到一下，也有这位地图当然就爱来配对啊，王爷，您将白脑白给我安排这条罪要怎么处理？啊？
留着你当黑，不是跟你留我当黑而已。下次就用大地前的义父顺水也清用，我来用我心中意啊，就遇到这个中间啊，你老表看看啊，你老表看看啊，就好了。中王是一个爱，你对应我中天来大老表的方法，下次为了顺水也清用，连带的三太子老表不相干。我只有三位兄弟，但是多无论是现在愤怒，在为先生夫妻亲族夫妻，我无今日将我第三兄弟李如祥将倒上来在书房的所在，就是金童正言之处。变来恁老李上海的做第一啊，做第一的李如祥，李如祥啊。对，第一步唔对，你条金牙条皮，你牙条看卖下来，我做老爹啦，看会安怎样啊，干破就好。我讲我老衰无老落来，讲着我的爹，你要抽两斤，我老衰就是你老落来。中王，我自幼和你一个公道，你将太偏激，我已经表出我的爹的权威。也有组织，并且可以给你招待。好嘞，好，安尼好，来恁多请好待。啊，来啊，来啊！拜见城区，多请。对，你今日中有够系三海多拜请的吗？啊！你讲你听起来真多家庭不听这政府，有咯？啊，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俺县政府拍同事叫毛辉，把你对讲话对讲话讲到天天地消天，现在做么都三标事，俺不听我讲，就讲变欢迎，这消息我都当有起来，就算俺叫阿爸做做大事啊！你啊！你家的老三海，哎呀，阿爸，我的三海有没有幸福啊？咱们一家伙今天今天家的家跳起来，今天要不要阿爸的做做做，建筑啊！我只要你不见，为娘的东西要擦的。
来，听清，你落手啊，无叫咧惊死。讲到一句，今仔我来落山，反正阮大陆叫阮落山，我你落车才有落山。我一定我来大陆，一定来陪我解围。你中午敢有这个电话？三更的时间也真长嘞。我伫落车回转，到在前关关前茫茫见我老师。要求着阮老师会当来解围我，总不回去。我今日后日也倒转来，唔通来电话就赶起来，谢谢，我来去啦。好，小弟会金洞关，不还有王家威，今日若无回来，我定八岁，拼在当地啦。三林太一千林啊，千官三金公公我团的所在江湖经济我必妙传已经见识到我多疑多下的家伙了，大脑当海上海为着了玉皇大帝亲笔遗书，顺水也签了。我来将为着伊三两年牛兵求良心，必有完足的天数啊！天数注定非今日可用为啊！上海平王要来报官求金兵，交给珠海平王指挥。这段大事。以往也乖乖多疑多下来解决教法多啊，再为破团好派多地回来。多利多车你回来。嘿啦，大官，我有紧急的代志要来甲你报告啦。是不是大老东海大龙去咩呢？哦，大官，我无甲你讲囡仔西，看见大罗神仙啦。哦，大官，你大罗神仙啦？是啊。来袂来去袂去，你拢管是啊？也当是一个来袂来去袂去的代志，我会当明知先破成为大罗神仙。嗯，呀，大罗你大罗神仙就对。也无你把大罗当作什么仙？大官，我把你当作大仙。转来，你要把大罗当作大仙？我你用知道啊，大王，啊你若知影吼，你给我解决嘞，大王在看你面面，无你我会知。一名智慧，解明人啊！一般大事你所听，由完全你家己一个人来负责。我们俩负责会去？当然会啦，为保全会。金洞关官名八姓阿庙，八名财神的存在。多谢你啊，师兄小我完成大我。在事那了定了后，为师对咱国再替你做大事。来啦，要不要做呢？卡我那里，我把你讲细声话，附起来。地处地处，地关地关呐！大夫啊，
啊，你上影放哪款呢？放心，你赶紧回去。四海英雄已经聚会了，万一死在天，林东关变成水牛，变成一样一公，你赶紧回去。阿玲哥，我等来办事。多疑断来，大官，你有甚物代志才袂交代？乾坤圈，坤天顶，暂时交出来，有大夫副官说，交出来。好啦好啦，交出来啦。起吧。那无甲丢，会来四海联盟。那到位唔到，囡仔皮啊，含人无共款。四海联盟，那甲讲话到地，就天下大乱嘞。罢了罢了，前机不过一刀啊！刘祖大会就了，金公公千万不得慌。Thank you.
结交无下知音，不再会得了新风光。不知何兄弟将我的交代，不知何兄弟将我的交代。罢了，问你兄弟我的条件，明天渡海兵王啊！当然，做夫该做主，你若非我都无来。
我就是我人，绝对不来违规啦。阿弥陀，既然他无违规，那你落车慢慢提升太细了。我把你切过性命，我把小我，来表个地条我，多谢三兄。你若死了后，我拢拢无违规。但是你要我听话，我当场就一定偷情来死给你看。你看多少名的人工人水管，死掉你不都比我大两回呢？放心，我多谢，绝对不是这么难。不要，放掉，你好。
明白，我嘛想好，结束着这场的关，就是我死了后，阴魂不散，光芒飘亮。真情也归孤魂，不得安心，行到遐阿娘天父，行到遐阿娘甲我去。已经回转，交在千万般金光中，要求多少？谢老师为我再做一次。行路万里真烦恼，一个非常的痛苦。但为千万般金光中，少年。还出点回话，先应用你们，
兵攻红军营，来到和平路下点火，这里是军里面刘备和杨军都发家贵过火的情况了。台山营派出国公大刀作反，参与来呀！来回这里醉酒里喝多了，小兔被这个郭营进攻指挥中，但当红大进攻李红建进军韩红兵顶会把红领会对中央不击打呀，回过所敌坚回化兵前行行李营营为高虎天魔岭就过所敌坚回化兵的破口。因为中国的话所以都想连回话的影片所以都想安魂切片归谁，所以都想安魂切片归谁，所以都想安魂切片多少年英军天花所以都想这次再见都输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连回华兵已经成功了，再多就列金营多礼我父再回天官方金公公继续混练武功，将来西台回就列都将强将李朱达下昆仑我报复就别丢啊，一旦建功立业，贵国好乐，多谢多主，我的来宾享我金衣啊！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如听老方爱，如听传奇，做来到家过一段路。平安请让大家批评和指导九弟十二万块的经营，再多感恩大家再多一下欠缺的所在，欢迎多多批评指导啊！感谢文家平心心平，大家太辛苦太辛苦，第十二万块的生意在这里，我的高官先生大汉子在这里请顺行。